哦。走起。应该这个方向吧，我这边。直接冲中，棒！VIP 贵宾室。哎，杂物清来了，杂物清完了，我们可以进去了。出过大事，踏爆。不要变鬼故事了。靠北啊！哇！这样子吓人的吗？应该先这样，也不是。下午，我来救你了。往下追。
昏倒了，傻眼。我们家在这边一楼甲板，然后 VIP 室在二楼，我们要绕过去走梯子上二楼。但是现在没电，不能搭电梯。还营造一种恐怖游戏的氛围，很坏。所以按照起来应该不会那么顺利，直接让我们上二楼，感觉就是先让我们去下面修那个发电机。奇诺比还想装？哎哎哎！哭啊！鞋子应该要爆！鞋子爆了！不对。这样吗？啊！正前方有窗户，别怕别怕。我要怎么上去那个？哦？好像从窗户出去。然后就掉下来，可是我还没去完呢。哎，怎么了？被关起来了，大哥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
突然开始很惆怅。也太惆怅了吧！来，就这样，所以我们来这边就是看你回忆而已嘛。这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吗？有个家伙躲在那边，躲在那边不知道干嘛。484又想吓我，我是不会再上当第二次的。揍他！哎，不让我先下手为强，可恶！转转嘛，啊对，先转转。闪亮亮锤子，哎呦！又想吓人，可怜呢。我们就这样踩着它吗？欸，有点坏。那边哪里？哦？怎么了？欸，新的敌人。他还被吃掉了，看一下哦，应该先这个。可用一般的锤子，应该打死吧？欸，打不死，好硬哦！要许我。闪亮锤子也要退伍了。
哎，不是啊，我现在突然发现这游戏有个设计，我觉得很不方便，点在跳跟确定是，应该说跟互动是同一个按钮，所以你按跳的时候反而很容易按到互动。小小缺点。没有通电，没有，操纵感。哇！我去，好要啊！腿太短，跳不上来。可是用花打感觉打不死，试试看。他变身了，狐狸马里奥。哇，又闹人了，哭啊！用这个好，要保险一点，但伤害不够。
还是有些拿起鱼料怪麻烦。哎靠！得了得了，不理你。想起来有个东西没去拿，有什么战斗研究所没有新的功能没有去解锁，我昨天打赢解锁的东西，三下，不对，是这样。闪亮锤子，那火焰锤打开。Last wave。
哦，我电到你了，电起来。嗯，现在过不去，难得。过不去，为什么？是啊，我想要过去啊，过不去是怎样？没道理啊。过不去啊，算了，可能现在过不去吧。哦，这个大事不好啦，那这我要怎么上去？快走快走快走，冲啊，我们前往 VIP 室。哎呦哎呦，刚刚什么东西？哎靠，章鱼。咦，哎靠，还被他碰到。他能变我妈妈欸，被黏住了。VIP 室是什么？就是这边吗？
靠，原来这是咖啡机吗？啊，可以补血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吗？还是打不开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走？没地方走啊 ！VIP 是什么？这边吗？这边是 VIP 吗？看起来不像。哦，这边吗？不是，应该怎么跳进去？这是我们从这边出来的、啊。惨了，迷路！哦，靠北啊，走这边就回去了。哎呦！怕爆！脏兮兮，还被射满脸。啊，刚刚就是这只蜘蛛挡住我们的路，所以我们才没办法进来。要怎么搞？啊，这样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啊，对，我们没有 Olivia， 没办法用暂停了，看我们暂停之术没了，哭啊，刚刚都没有用到，所以 没意识到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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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搞两下，
玩呢？氪金之力，帮我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哦，500多块，现在没冒牌，好贵。大家就可以回去刚刚那边了。密码？我怎么知道密码？呜哟！呜啊！他把他干走了。东西被干走啦！冲啊！Yeah.